2022爱情剧片单，杨紫 and 超战余生，杨幂 and 许海爱的200定律甜宠。2022年32部爱情甜宠剧必追片单大更新，官方微博继2022古装剧推荐片单后，再来不藏私分享今年必追的爱情甜宠剧。其实有不少作品让粉丝从2021年等到2022年，其中最令人期待的不外乎是宣布定档后又突如其来下档，由杨紫与超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还有粉丝从官宣后就期待直拉满，由杨幂与许海主演的《姐弟恋》甜宠剧《爱的200定律》，希望以下32部片单都能顺利在今年开播。2022爱情剧推荐一：杨幂、许海《爱的200定律》，官方微博，主演杨幂、许海，播出时间预计2022年，播出平台腾讯。顶级流量女神杨幂和新生代男神许海，这御子家鲜肉组合一如既往的看点十足。杨幂继谈判官后再度出演职场女强人，而曾演出《延禧攻略》以及《千古绝尘》等人气剧的许海演技也值得期待。等不及要看这两位会在《爱的200定律》擦出什么甜宠火花。官方微博，剧情讲述单身的青英律师秦诗，杨幂饰，一心追求事业，然而被家庭逼婚，二哥擅自将自己的婚姻状态改成已婚。种种阴错阳差的状况下，秦诗和资深宅男杨华、许海饰，莫名被结婚，两人都在遭逼婚的情况下不得已找上彼此，领证结婚成为合法夫妻。就在此时，秦诗前男友意外现身，在重重危机下，秦诗与杨华也逐渐发展出情愫，上演先婚后爱的经典剧情。2022爱情剧推荐二：杨紫、超战余生请多指教。官方微博，主演杨紫、超战、翟子路、马如哲、李牧晨，播出时间预计2022年，播出平台腾讯。 With 余生请多指教改编自柏林石像同名小说，其实该剧已在2019年11月时杀青，近日原本正式官宣定档，让粉丝们都兴奋不已，却在开播前几日突然宣布改档延期，令大家期待了个寂寞。希望2022年能够顺利播出。官方微博，该剧找来两位人气演员90后四小花旦杨紫搭档顶端流量超战携手主演。杨紫在出演过的古装神话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、青春励志言情剧《亲爱的》、《热爱的》中都有出色表现，而超战更是有多部《陈情令》、《斗罗大陆》的代表作，还有一部爆款预定的《玉骨遥》都让粉丝非常期待。官方微博，剧情讲述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孝、杨紫饰，在毕业前直跌落人生谷底，父亲患癌住院，不得已放弃外地的名企工作机会，并和男朋友分手。林之孝所有对于爱情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这一刻破灭，这时父亲的主治医生顾毅、超战饰，走进了林之孝的生活，展开一段两人邂逅后进而相爱的故事。